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一开胃，主角牡蛎，配角炒马面，友情客串萝卜、圆葱、黑酱，导演德里克颂。我们的口号是吃不了兜着走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赶脚没底，用核兜起。 Nice。现小现卖。牡蛎的食用功效为：一、宁心安神；二、益智健脑；三、益胃生津；四、降筋健骨；五、细肤美颜；六、延年益寿；禁忌人群为：虚而有寒者忌食。说句老实话，牡蛎的口感真是一般，但看到大连人的生吃情景，结合牡蛎的食用功效，我有点明白了，下次当凉药吃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凉药都是苦的呢？一，吃急眼了，都蹦出汤了。牡蛎要是酸甜辣就好了。真是为了口感忘了观感。赶脚没底，用核兜起。No。 价格为90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5美元。禁不住冰淇淋的诱惑。